姓周，叫周黎正，今年69，快70岁了。我原来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郊区农村。后来呢，我68年呢就当兵了5年，到北海舰队当了5年海军。回来了以后呢，我也哪也没去，我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后来呢，我85年我就到那个湖对面去了，我就到那个村，也就是现在的邓家新城，在那里呢搞了，一直搞到退休。后来一直到退休，我是退休了以后就现在没事了，就
没事干了就碰到我原来在动物园学太极拳的一个老师傅，他说你要是来了以后呢，我也去，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在那里，就我反正你，他的年龄他比我刚好大十岁，他的太极拳也打得很好，我就跟他一起，他也特别愿意教我，我们两个就这样，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就这样搞，一直的搞了，一直搞到现在。中国有句老话，人老腿先老，是吧？腿老就脚，就要看脚，看脚。所以说那个太极拳神奇，的确神奇。练太极拳，在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呢，它流传很久很广，它有几千年的历史。太极拳呢，只有300多年的历史，它是一个最年轻的传统，所以呢，学起来看起来好像慢慢悠悠的、轻轻飘飘的，但是呢，做起来还是比较难，因为太极拳比较深奥，要练到功、练到位，很不容易。哪怕我们现在练了好多年，也只是刚入门，因为太极拳它很神奇。所以呢，至于太极拳对人的好处都知道，要不然国家，我们国家现在也成立一个什么太极拳推广中心，而且要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都参加那个太极拳运动，因为太极拳对人的身体健康的确是有好处，我的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作为我们年纪大的人，退了休以后没事干，在家里去打打太极拳，第一活动了筋骨，锻炼了身体，第二它可以交朋结友，是不是啊？互相切磋，谈一谈什么心得体会，谈谈其他的趣事，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如果要是说不打太极拳也可以，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。作为我来说呢，我就认为打太极拳很好。